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TFBOYS，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给大家拜年了，祝大家在2017年里幸福安康，吉祥如意，天天开心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然后每天都开心心的团圆吧。因为以前就是家一家人在一块吃饭，然后团团圆圆的看那个春晚。对，我觉得是经典，因为春晚每一年都会有很多经典的节目来让我们看，就觉得很开心，然后也可以和一家人一起团聚。我觉得是陪伴，就是从小到大每一年春晚都会准时的收看。其实还是很激动，也非常感谢春晚能够给我们这样一个肯定，让我们第二次来上春晚的这个大舞台，对，还是非常激动，非常开心。对，是很开心，很激动，因为可以陪着全国的观众们一起过年，然后唱歌给他们听，挺好。对，也非常激动，非常开心的。其实重庆就很正常，就是大家一块儿，大年三十在一块儿。围成一桌，然后开着电视机看春晚，边看春晚边吃东西，吃完之后就大家一块边聊天就边看春晚，就这样，就是很团圆的一个画面。嗯，对，其实重庆的年夜饭我觉得没有什么特色，但是有一次我记得全家在一起吃火锅然后看春晚，很开心。其实是比较正常，就是吃饺子然后放鞭炮。其实春节最期待的就是放鞭炮了，对我们这种小孩来说，因为每个小孩我相信都有一个鞭炮梦，对，希望有放不完的鞭炮，然后很开心这样。对，我是想比较期待和喜欢的是发红包，因为红包数我也是不知道，就是一个惊喜，然后可以去买自己想买的东西。从小就是希望爸妈能发压岁钱。然后想对自己的家人送出祝福，希望我的家人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，然后工作顺利，万事如意。对，就是和家人朋友，希望大家身体都健康，然后每天都开开心心的。就最希望给家人，然后希望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健康。希望2017年呢，可以高考可以顺利，然后自己也可以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，这样。他就是很爱笑啊，就是不管是遇到什么事都会哈哈大笑那种。嗯，千玺吧。就是我不太爱说话，然后也不太爱笑。没，我是就还好了，就是吃正餐也会吃，但是平时也会吃零食，但就是不长胖，就还挺好的。对，我是那种睡到特别死，就怎么叫都叫不起来那种。哇，这个吧，就是不是臭美，叫什么呢？叫陈述事实。我们这个节目呢，其实汇聚了很多唱歌又好，然后颜值又很高的一些姐姐，所以呢，希望大家能够来看我们这个节目。我们这个节目呢，看了肯定会让您身心健康，在新的一年里大吉大利。